我们的行男好像也有一些贡献。怎么可能？他们都是贪小便宜，都买不到好货啊。有啦，还是有的啦。我们哪一位？哪一位？我啦，我。但是就是我是翻过来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对我的话有一点就是太贵。你知道就是那个吸尘器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在用家庭比较大台，我觉得是。当然就是要扫地打扫需要嘛。大的不方便。对，大的不方便。不是那个问题。因为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想要买就是专门就是盖被啊，就是那个床上面的吸尘器，知道吗？专门吸床上尘螨的。对。跟你。结果我买的就是那本来是6000块台币哦，6000块台币。但是在台湾买的话6000块，但是他刚好就是叫我就回去日本的时候买，就3000块嘛，一半、哦、一半，直接半价。对，买回来，一只都没有用到啊，一样啊，因为就是他发现了，因为他再也不愿意回到你跟他的床上了、啊欸，真的，因为分手了，真的，对，不是。还在一起了，峰哥有什么心事要跟我们聊吗？对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不要，不是，没有啦。Wendy 是他觉得那个我们的那个穿太，就是不太会用到，因为那个需要是比较大、比较厚的，因为他的功能是吸毒，就是吸菌。吸毒？不是吸毒。你到底想讲什么？吸里面的那个菌尘螨呐？对对对，都没有用到啊，就是所以就一辈子放在我柜子里面、啊，就放了啊。对啊，浪费，浪费掉了，可惜了嘛。对啊，哦。那宇轩呢？有，因为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夏天，所以我其实蛮对，所以其实蛮怕冷的。我弟弟在那边啊，他们现在哦。还在穿吊嘎，对，还是两个小孩穿吊嘎在客厅跑来跑去，还躺在那个地板上，哎，新加坡也会到很冷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新加坡一年四季是夏天，四季如春，所以是很正常的。然后，来了台湾因为要冬天了，所以我其实很怕冷，所以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上个月在搜狗逛的时候，就有看到有一个他们卖毯子，然后他的板子是写说有了这个你冬天就不怕冷了，然后原价899。然后打折后是499，哇塞，太便宜了，也 OK 啊，省400。虽然你看它好像有点很薄，但是我因为这几天有变冷了，然后我就盖这个睡觉，然后根本就不冷。你只有盖一张这个？对，就盖这个就够了，真的很暖，真的很暖，不够吧？真的很暖，真的，我不相信。还蛮暖的，很暖啊，真的很暖。这个我觉得可以，这 OK 啦，材质很好 ，OK 嘛，这买的很有超值，对，这可以啊。那佩德罗呢？配睡衣刚好。我在台湾买过最好最那个高 CP 值的货，就是阿兵哥的靴子啊，因为靴子在一般的服装店是要很贵，几千块跑不掉。对，阿兵哥的靴子因为是国军的规定，就是不可以买贵的这个。哦、又帅又耐穿、这个造型还蛮潮的哎、对啊、看起来跟梦多的那一双很像，梦多梦多的应该是几千块吧，我的是7000-8000块，七八千、这种有的贵的好贵哦、对，但是你那一双看起来比梦多的材质好哎，原价800块，然后我杀价到700块，而且还可以塞超级夸张的层高垫。我从1700，太诚实了吧你！你是郭彦均吗？很多等级的，这好像那个七龙珠的赛亚人，我现在是第二级的。我在家里还有更多，像乐高的，可以到190分都没问题。哇塞！像乐高可以这样一直叠啊！对对。可是这一双靴子700块，700真可以买，很好啊。有耐穿又帅。梦多，你那一双脏了，你该换一双这个了。真的，700块而已，差很多哎。我觉得那700块是目前。你卖了多久？你卖了多久？这个是新的，因为之前的已经爆炸了，但是我用了大概2年。两年，对。那你这个CP值目前是最高的耶，最棒，真的。对、你这个靴子700真的超便宜。很多以前西门町、中华路那附近都有那种军品店啊，可以去挖挖宝，真的。我知道我卖的东西CP最高是今年1000。我的皮带坏掉了，哦，坏了，坏了就坏了，我们坏掉了。然后那时候就我在逛街，然后我去呆着，你们呆着那个日本的店，大创，但是都是39块，对不对？刚好有一个黑皮带，真的哦。对，然后
我放就哎、欸、还不错啊，就买了。脱、欸、下来我们看看。没有没有，现在没了，现在这样。现在。你身上这一条不是也是大蒜、欸？怎么叫脱下来？他这么害怕。然后39块，我就买了。没想到后来很多朋友跟我说，哎、欸，这个皮带在那里买的，真的很好看。我说，啊、这个是在法国买的，买不到，真的也看不出来。然后我真的，我用了，我用了大概6个月、7个月，大概是破坏，因为那个皮都不好的快递、哦、就裂开了。可是39块，很便宜，39块买个10条在家里替换也 OK。39块它可以动半年。对啊，那你这一条呢？这一条还 OK， 生日人家送的。对，而且差不多这样啊。所以你生日礼物39块啊？所以你在算九 C 牌。哎，不是鸡排哦。哦，好，所以也其实有时候便宜也会好、欸、很棒啊，用了半年呢、啊，没错。那有时候呢，这个价差很大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就是有蹊跷了，有诈哦。对啊，有时候。怎么应该这样讲吗？便宜绝对没好货，其实有时候也有好货、啊，但是便宜的时候比较容易碰到地雷啊。真的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地雷区。这个东西是我去日本买的，然后我一直就很想要，但在台湾买不到。然后我去日本的时候还特别花，就是找了很多地方才找到，特别的场合才找到。然后呢，它刚好有在特价。哎、欸欸欸，你刚是在过奔牛节？我还看什么东西啊？一块红布在那干什么？然后他那时候他的原价呢，大概是1500块台币左右。然后那时候特价，然后我花了大概台币就是499500块这样子。哦，所以特价原价1/3的价钱就丢了啦。可是这个看起来很普通哎、欸。这个因为不会有什么差、啊，没有这个就是这个烤面包机是烤出来会有米奇的图案，哦、就是这一台哦，米奇的图案真的耶，很可爱啊！你应该买唐老鸭的，不是的，而且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它就是我从日本带回来，所以它没有中文标，它完全没有中文标，这真的是日本真的耶，然后客官看一下。会有那个米老鼠的图案哦，有好可爱，但是导播，你看后面，没有啊，这没有烤太久，烤别的这个就没有，这吃了会得癌症啊，是这个就没有，然后不是，重点是为什么我说它是地雷呢？我为了它，因为这个也不好搬，我行李很多，我这个是一路一站半个皮箱没了。你皮箱也太小了吧？那么小、啊？不是，我是拿着这个这一盒，我是提回台湾的，因为行李箱因为占手提，所以我是手提回来。就隔天，我想说，我早上一定要做给我女儿吃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她是哦，我懂了，烤下去了之后，对不对？跳起来，对，两面会有米奇，两面会有米奇，然后这一面就有米奇，那这一面就是米奇的后脑勺。这面就完全没有图案，照理讲、哦，你看这里面有哎、欸，它应该是米妮哎、欸，对耶、哦，另外一边是米妮、欸，真的烤出来变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一台哦，注定哦，一世人孤家寡人。哇，因为只有米妮，不是米奇，没有米妮，那就送给孟多啊。才不要嘞！希望你能找到你的米妮啊。然后，所以就是。你也我也没办法为了这件事情，然后再坐飞机回日本，然后再去对，所以就你看多少钱嘛，对不对？你刚啊500算了啦。我后来就只能把它当，要么就是烤一半，然后要么就是把它当普通面包。算了，500红片片。现在一个普通的烤面包机大概也是这个500嘛。对啊，还 OK 了啦，那就送给别人了嘛。对啊，圣诞节礼物，圣诞节礼物，圣诞节交换礼物就拿这个抽的啦。可以，好啦，这就是你的这个地雷的。哇，只有一面有一面没有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接下来要看谁的呢？小优，我的，小优嘿。我这个地雷是我觉得很常祖父妈妈都会遇到的。什么什么？因为像我们不是都很爱去那种百货公司或是大卖场的满额赠？对。哦，有一些赠品。因为你知道我们女生看到什么满6000就会送什么，哇，满5000就会送什么，我们就会不知不觉买到那个钱。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地雷？这不是很好用吗？不是，这个是那时候他传单。床单哎、欸，不是 DM 啊 DM 啊，拍谁？他 DM 上面太贵了吧？
DN 上面说满6000就送保鲜盒，然后他的那个 DN 的保鲜盒好大哦，而且造起来好豪华，我以为是那种这么大，可能这么大的大小，然后是可以装可能便当的那一种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是可以装什么啊？葡萄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去 Seven 几点换那个哆啦 A 梦的都比这个大，真的，现在是玻璃的，那就等于对啊，就等于这个是6000块，对，所以等于这个是6000块，我花了6000疯狂的买，然后送这个。我要撕开了。好，零元，满额赠的意思啦。对，各位新来买6000送这个 OK 吗？我觉得很烂吗？不 OK， 很烂。老婆，那就是盒子要大一点。不是，是说如果你本来买的东西就牌子是好的牌子，好的牌子啊，对啊，只是大小的问题。没有，我觉得6000应该要送大中小，送大中小啊。对呀，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本来已经就是比如搬家或者是怎么样，已经要花这6000块，然后有这个多的东西 OK， 可是你如果为了这个东西凑6000。这个刚好就装梦多啊，没那么小。的什么？的什么？没那么小。刚刚好。梦多的午餐，因为他最近在节食，对对对，节食，不能吃那么多，这样的分量就刚好，刚好。对，哎，你这个真的是大。所以我呼吁大家，那个满额赠你真的要看清楚。没错。对，谢谢小优。谢谢。